白话佛法是卢台长用生活的语言来讲解高深的佛法，既从人生的哲理上来解释，又用日常生活中浅显的例子，在白话佛法中领会深奥的高层次的佛学理论，开启我们芸芸众生的佛性，修改我们的命运。请收看卢台长的白话佛法。我们人碰到事情，经常就是第一句话就是常说别人不好，你怎么不好？你怎么不好？啊，诽谤他人，做什么事情总是说你不好，要让他让你，从来不知道自己去让别人的。啊，你记住了，你经常去让别人让你，时间长了，你会慢慢的偏执啊。你会我执啊，你时间长了就会退失佛心，佛心就会退失，所以慢慢时间长了，你就会不修心不学佛了。所以师父让你们明白种下难以挽回的恶因，就是因为你每一时每一刻每一分都在种恶因啊！你说我怎么得罪他了？人经常会讲一句话，我怎么得罪他了？我真的不知道我为什么会得罪他，他为什么对我不好。你刚刚没给人家一个笑脸，你刚刚讲话很讨厌，你刚刚讲一句话，你只顾讲这个人，没考虑到边上听的人，说者无意，听者有心，他记住了你是在暗中讽刺他，种下了一个不好的恶因。这些都是不知道的，就像夫妻两个人吵架，吵了半天，说你为什么今天跟我吵，谁叫你讲这句话的，我什么时候讲了，你讲了你还不认识啊，你讲了你还不知道啊，我什么时候讲了。这人这种因都是无知啊才种下的啊，种下了这么多的因，会影响你的前途事业，恶因会影响你的前途事业。所以人最大的敌人，师父经常讲的还是自己啊，改毛病就是战胜自己啊，人很痛苦的，要学会改毛病，战胜自己，你才能战胜人间一切苦难。师父在这里没有叫你们战胜别人，要战胜自己人间的一切苦难，因为你战胜了自己，你就不会烦恼，不会痛苦，你就是战胜了自己本应该承受的苦难，而你不承受。举个简单例子，别人在骂你，一般人家骂你总会生气吧，正常吧，都会生气吧，啊，战胜自己了，我不能生气，气出病来无人替，他怎么诽谤我，我不是的，没关系，战胜自己了吧，接下来不烦恼了吧，不痛苦了吧，否则你会很痛苦啊，很难过。所以苦乐，师父告诉你们是怎么来的，苦乐是怎么来的，苦乐它本身就是心的感觉，觉受，那个觉受，苦也是一种感觉，乐也是一种受，哎呀真开心啊，哈哈哈哈一笑，感受吧，笑完了还有吗，哎呦刚才我笑得可开心了，有几个人笑完之后还记得的，对不对啊，你们生活当中有很多
非常可笑的事情的，想起来就会笑，但是你会一直放在心上吗？笑过了没了，那是一种感觉呀，感受啊。你们年轻的时候没有快乐过啊？你们年轻的时候没痛苦过啊？现在就是一种感受呀，这种感受很深。比方说你感受痛苦很深，你就拔不出来，你就这个忧郁症。你感受快乐很深，那你这个人就是弥勒佛，对不对啊？啊，所以师父跟你们讲，啊，这个人心的觉受，有时候不见自己的心在何方，不见了，啊，因为心是制造苦与乐的根源，啊，心是制造苦与乐的根源。你今天快乐也是说我想开心我就开心，好，快乐了。我就不开心，人家说算了，开心点吧，来来我们出去玩玩吧，不出去，出去啦，开心点啦，我就不开心。你们有吗？小时候有吗？现在有吗？小时候愚痴吗？现在愚蠢吗？还是换汤不换药，对不对啊？所以师父叫你们啊，懂得啊，要看到，要感受到，控制好自己啊内心的一种无形的觉受体啊，无形的觉受体。一不开心了，马上觉受体就开始感应了。哎呀，不开心了，赶快改变，改变，改变。开心，开心，开心。一感觉到自己太开心了，当心，当心，当心。这人的毛病啊，不开心啊，也感受不到，骂呀，发泄呀，闷在肚子里了，就想发泄。管他呢，泼出去的水呀，往所有的人身上泼。开心的时候啊，狂欢呐，开心啊，对不对？到了后来失控了，出大事。这一切，菩萨就是叫我们是一种无形的觉受体，因为每天在人间，我们人被无奈紧紧的束缚住，无奈呀，有什么办法？你们告诉我，你们告诉我现在。这个天灾这么多，你说人有什么办法？无奈吧，对不对啊？被寂寞深深的绑住，你看人寂寞吗？啊，一个人在家里寂寞不啦？自己还要烧烧饭、烧烧菜，自己还要受受苦，自己还要想不通。对不对啊？谈话的人都没有，寂寞吧？啊，每一个现实却总是非常的残酷无望。你们看看现在的现实，让你们感觉到非常残酷。每一个人所经历的现实，是不是都让我们非常的觉得残酷无情吧？哎呀，怎么可能啊？哎呀，怎么这么多人啊？哎呀，怎么这么苦啊？你听到过吗？很多人苦，你听到过吗？没听到过呀。哎呀，怎么这么可怜呢？无望吧，就是这样。所以人就是这么的无助。我们人来到人间走一遭，你到底想拥有什么？你为何要负担这么多呢？你要负担多么的痛苦，多么的忧伤，多么的烦恼，多么的寂寞。这就是人要负担很多，快乐在哪里，苦在哪里，等到你两腿一蹬的时候，苦又在哪里，
快乐又在哪里？自心明白，自己心里最明白，什么都是假的，都是无常的，只是心是没有一种感受体啊，没啦，心里没有感觉啦。人要走的时候，心里没有一种感受体的。只有你在人间还没有走之前，已经觉悟了，你才能真正体会到似是而非的人生啊！好像活着，又好像死掉一样；好像有，又好像没有一样。所以人的心很奇妙啊，你看我们人的心奇妙吗？有的时候一会儿开心了，你跟他讲话，哎，听说他不开心啊？没有啊，我刚刚跟他讲话他很开心啊，怎么后来又不开心了？哎呦，神经哦，什么刺激啊？为什么一会儿得到一会儿失去，一会儿得到快乐一会儿失去了这个快乐，一会儿得到悲伤，一会儿失去悲伤。人就是在得到和失去当中，在选择和没有选择当中，在痛苦和快乐当中，一直在度过的这些无常的日子。那这些无常的日子，所以人意念一会儿清净，一会儿浮躁，都是外境给你们带来的影响。所以你看师父救人多难，我经常跟很多佛友帮他们做思想工作，经常跟他们谈人应该用什么样的菩萨的智慧来解脱你心中的烦恼。谈了之后，师父我想明白了，真的我开心了，我想通了，我一定听师父的话好好改。第二天，哎呀，我怎么又那么变了？无常啊，讲得好好的，无常啊，对不对啊？我不是曾经讲过吗？有一对夫妻吵了好多年了，吵啊吵啊，吵到最后说去离离婚算了，不要再搞了，去吧，走，一起去，吵架吵得这样。离婚去吧，现在就到法院去。那农村里的法院嘛，就很近的啦。不过呢，也要走啊，又没有什么交通工具。那时候两个人就走，走到一个水塘这里，一个前面一个大水塘过不去。这老公说：“我来背你过去吧。”怎么办呢？鞋子不能湿掉啊，这就背过去。一背过去之后，下过雨嘛，都是一个大水塘。刚刚背过去之后，老婆一放下来。老公我们回去吧，我觉得你还是蛮好的。人生就是这样，在无常的变化变化变化，不停的变化变化，你们知道变化会伤自己的，对不对啊？我问你们啊，一会儿咸一会儿淡，那个菜尝一口太咸了，放点糖，放点，哎呦太甜了，再放点盐，再放点糖，再放点盐，几次下来就变椒盐了。人就是这样的呀，大家明白了吗？感情也是这样，心态也是这样，关注着当下最重要。当下开心是真开心，当下痛苦你是真的在痛苦啊！所以菩萨就是告诉我们，人很奇妙，一会儿浮躁，一会儿清净，都是外面的影响。凡夫常生病，因为是外界对你的影响。你看你们经常生病是外面对你们的影响，你们想想看，受别人的几句话的影响，情绪会受到很大的波动，你们想想看外面影响对你们有多大，有的时候会牵动你们的心啊，牵动你们内心啊，那你就会产生一种欲望的载体。哎呀，去买呀，这个东西很好啊，很便宜啊，以后会涨价的。好了，去买了，欲望的载体来了，那你就会在这个载体当中去好好的会去争，去会找，去会努力的去
去发现它，那么最后呢会让自己套住。好，师父跟大家讲法很快的，一个小时了，大家听得很开心吧？是开心的时候时间过得很快。我如果叫你们啊坐在那里静坐，你如果静不下来，你就像罚坐，静得下来就叫禅坐，对不对啊？你们知道你们现在就叫禅坐呀，啊，对不对啊？禅坐坐在这里静下来，心里什么都不想，你们在听师父刚刚一个小时的弘法当中，你们脑子什么都不想，所以时间会过得很快。如果你们想着，哎呀，这件烦的事情，明天单位里这件孩子们怎么样，家里面怎么样，哎呦，买这个东西，你脑子就根本不能禅坐，不能禅坐就影响你的禅修。你们以为禅修是什么？你们坐在这里坐得定，在修心，就叫禅修啊。定得下来叫禅定。你们最后禅定得到了，就会得到禅智，智慧，菩萨的禅的智慧，禅智。有一次，有一位年轻的比丘，他呢停留在一个村子的精舍的时候，啊，精舍的时候，有个人呢就供养他两件袈裟。过去呢，啊，供养什么都有的，啊，就像现在对法师可以供养餐，对不对啊？那么有的呢，哎，家里正好有袈裟，哎，供养给啊这个年轻的比丘，这个出家的和尚，来，我给你两件袈裟，哎，法师可以接受供养袈裟的。那么供养袈裟之后呢，那这个比丘呢就决定把其中一件供养给长老比丘，长老比丘，长老比丘呢就是他的啊那个长老，就是庙里的长老啊。就是我们说的是师父，这个师父长老比丘呢是他的舅舅。安居之后呢，啊，安居之后呢，他回来之后呢，年轻比丘呢就去找长老比丘，就跟他说：“师父，其实他舅舅，他把袈裟呢供养给长老比丘，给这位老比丘。”这个长老比丘呢说：“自己的袈裟，哎，我已经够了，我有很多袈裟了。”啊，他就拒绝了。年轻比丘呢多次恳请，但是长老比丘坚决拒绝，不要了，他就说不要就不要了。年轻比丘非常的伤心，认为舅舅不接受他的袈裟是不喜欢他啊。所以你们自己知道，现在社会当中，你送给人家东西啊，人家不收，你不舒服的呀。你诚心诚意送给人家东西，人家收下来，其实对别人的一种尊敬，听得懂吗？尤其有些人，人家送你一样东西啊，先看一看，然后啊，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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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说人家丢脸吗？如果你不要看，你就说不要啦，你什么都不要送我，那另外一个概念。看一看，哎呦，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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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说人家丢脸吧？人家送你什么东西都要满心欢喜，因为这是一份礼，一份心呀。你不要，人家不开心了。你看这个小比丘，他就很难受了，他就觉得舅舅不喜欢他了，啊，他甚至觉得，既然舅舅坚定的拒绝和他共享必需品，袈裟是我们必需品嘛，和尚要用的嘛。他想还俗了，你舅舅这样我就还俗了，你不喜欢我，我跟着你干嘛？还是去过自己世俗的生活吧，啊，就不出家了。从那个时候呢开始呢，他的心念纷飞啊，哎呀，还俗之后怎么样怎么样，念头乱飞啊，思绪紊乱，心中想着，哎呀，我还俗之后啊，我就去卖掉袈裟，买一只母羊，然后快速生育，啊，养出很多小羊，有足够的收入，啊，
然后娶妻生子，他再携带妻小妻子和孩子搭车再回来探访他的舅舅啊，再到庙里来再看舅舅，你看老婆孩子啊，你看我现在什么都有啊。他甚至想啊，在路上啊，他会告诉妻子啊，说由我来照顾孩子，但是妻子呢啊，非要叫他驾车啊，不要管孩子的事情。但是呢他呢坚持要照顾孩子，他就去抢孩子来照顾，结果孩子掉下了车子，被轮子碾过啊，他非常的愤怒，拿棍子就要打他的老婆啊。其实这个时候他都是想象了，他正好用扇子啊在帮他舅舅啊在扇凉。由于他的胡思乱想，他就拿着这个扇子啊啊，这个不小心啊，他因为在想嘛，他拿个东西打他老婆嘛，结果拿个扇子就打了他舅舅就打了他舅舅的头了啊，打了他舅舅的头。那个长老比丘啊非常有智慧，这个长老比丘他很厉害的。这个长老比丘啊明白这个年轻的他的侄子的心念，这个长老比丘就跟他讲了，讲什么呢，他说哎，你自己不能打老婆，你打我干嘛？因为长老比丘知道他在想什么啊。这个年轻的比丘一听他的舅舅长老比丘这么厉害啊，十分惊讶啊，马上居处不安的立刻就离开了精舍。但长老比丘啊却设法带他去见了佛陀。你看那个时候佛陀在世啊，他们多么的幸运啊，这么小的一件事情就把他带去见佛陀了啊，这个真的非常幸运。佛陀知道这件事情的原委之后，你看佛陀这么伟大的佛陀，你看他多谦虚啊，他知道这件事情之后呢啊，佛陀呢啊就很仁慈的告诉年轻的比丘，他说人心物不定啊，旁物不定，人的心啊不能啊旁物不定啊，就是不能飘摇不定啊，不能杂念纷飞啊，即使是遥远的东西，就是告诉你就是在很遥远的东南西北太遥远的地方，你的心都会胡思乱想，就都能一会儿在东面一会儿到西面，你看你心会跑得多远啊！所以人应该努力使自己在贪嗔痴三毒中解脱出来啊！贪呀，刚刚那个这个小比丘不是叫贪心吗，所以要解脱出来你才能有成功的希望啊！好，今天师父呢就跟大家啊开始到这里，希望大家呢啊能够学佛精进啊，能够把自己的心安定下来啊。今天就是要告诉大家，外面的环境再怎么变啊，自己的心要如如不动啊，心要定得下来啊，你的心境才能如水。谢谢大家。